还是去医院吧，伤口这么深，万一感染怎么办呢？不用，帮我包一下就行。流这么多血，怎么会不痛呢？你在身边就不会疼。早点休息吧。你会对我负责吗？会，我一定会的。那你可要说到做到。我一定会说话算话，明天我就给你煮汤，煮那种有利于伤口恢复的汤。